老婆，我没有压了，你先给我买点呗。忍着。那家里没有酒了，你去买点呗。忍着。睡觉。行，来。忍着，忍着。老公。嗯。我之前去相亲过很多次，那么多人都没看上我，你到底看上了我什么？其实我也相亲过很多次，没有一个同意的，就你同意了。所以说我们俩是绝配。哼。啊，你有没有觉得我很美？没发现。那为什么我觉得我一直长得可漂亮了呢？我们单位一共300来人，女性就占200多人。若年轻漂亮，我名列前五，我哪不漂亮了？以后有空咱们换个单位行不行？你们敬老院的工作人员总共才5个。老公，我听说如果老婆漂亮的话，生儿子就特别帅。如果老公帅的话，生女儿就特别漂亮。你说咱俩是生个儿子还是生个女儿？要不，咱俩还是领养一个吧。点个赞，关注一下吧。